服饰，族人们围在一起，热情唱出布农族独特的八部合音，美丽的和声传播在空气中，让人仿佛来到原住民部落。而这些原住民朋友不只展现歌喉，还带来热情的舞蹈。透过这样的展演哦，把我们布农族传统文化哦，带来给大家看一看，包括学生啦。当然，我们也是要把我们下一代要栽培他们，让他们了解我们布农族的文化。这场美不胜收的原住民活动是宏光科技大学特地邀请来自高原县桃园乡的布农族人到校园交流原住民文化。族人们还特别示范逐渐式微的报战功传统仪式。发起活动的学生表示，因为本身具有布农族血统，因此商请部落长者不远千里将原住民特色带进校园内，让更多师生了解这悠远的文化。我们是想说，我要办一个原住民系列的比赛，可是我想说，因为上礼拜11号是我们他们布农族的打耳祭，所以想说，趁这时候，因为刚好大家族人们都还在沉溺在那个娱乐当中，那不如就这个礼拜请他们下来，对，然后为我们带一个，因为布农族八部合音要看，一定要到山上，要到玉山上面看，所以我想说，把我们带过来，给我们一些学生没看过的，或是老师来观赏。活动中虽然碰上大雨搅局，但表演一点也不受影响。除了布农族国际级的八部合音与舞蹈，校方也安排上菜秀，带来部落常见的美食。这次活动让大学生们接触到难得一见的原住民文化。记者钟慧，台中场报道。